欢迎使用台湾高铁语音定位系统，国语服务请按一，台语服务请按二。For English service, please press three. 本系统将仅提供服务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，即日起，请多利用高铁网络订票系统、便利商店购票服务、GT Express 行动购票 App。及该 App 内的智慧语音订票服务，单程定位请按一，去回程定位请按二，轮椅定位请按三，查询定位请按四，取消定位请按五，查询其他资讯请按六，请输入您的身份证字号含英文代码共十一码，如不知代码。请按你自荐查询，请输入出发日期，例如二月一日，请输入0201，请输入启程站代码。若您已知代码，可随时输入南港01、台北02、板桥03、桃园04、新竹05。苗栗06，台中07，彰化08，云林09，嘉义10，台南11，左营12。请输入到达站代码，若您已知代码，可随时输入南港01，台北02，板桥03，桃园04，新竹05，苗栗06，台中07，彰化08，云林09，嘉义10，台南。您输入的是六月九日游南港往左营之列车，正确请按一，错误请按二，回主选单请按井字键，车次号码输入请按一，时刻输入请按二，请输入列车车次并按井字键，例如一二三号车次。请输入123井，处理中，请稍后。请输入车厢种类，标准车厢请按一，商务车厢请按二。每次订票最多十张，请输入全票张数，或按你自荐跳过。欲输入其他票种，请按一。完成订票，请按二。您预定的是六月九日101车次南港往左营，标准车厢乘车票全票一张，共一张，正确且接受简讯通知请按一，正确但不接受简讯通知请按二，错误请按三，处理中请稍后。身份证号码 A4066000000，定位完成，定位代号共八码，您的定位代号40660000，再重复一次40660000，车次101六月九日六点二十分，票价共990元。您购买的全票以为早鸟优惠六五折票价，请您于六月八日前完成付款。若您要听付款取票说明，请按二，或按你自荐跳过。提醒您于
六月八日午夜十二点前，至高铁网络定位系统付款，或本公司合作之便利超商付款取票，或于六月八日晚间十点三十分前至车站付款取票。取票时，请携带定位时使用之身份证件，以确认身份。另购买敬老或爱心票之旅客，亦请携带身份证件至车站窗口付款取票。重听请按零，回主选单请按井字键，结束请按米字键。谢谢您的使用，台湾高铁预祝您旅途愉快。